可怜着阮迄个宝钏啊，阮的心肝仔，我实在唔甘的，唔甘予伊安尼对人，带迄个破药，艰苦遐尼久的中间，也是要唔忙讲，阮迄个金囝婿、玉囝婿，今次你来出头天，通我来点着阮迄个金查某囝，一别经过十八年咯。听讲，因翁讲已经死，师傅也足了用。我想到足唔甘，阮迄个囝婿死，查某囝又搁守志气哦，我嘛要甲叫伊转来。阮的老胖哥哦，这个地名这个落公司，心肝足用的，囝是边边囝，为怎样伊就去保存起家呢？阮查某囝也守志气，无论怎样的艰苦，伊都唔愿倒转来。这个十八年，实在是真久的期间，我就得让我忍受煞落去。因人若死了，变成一个寡妇嘛。我甲再讲，因遐结拜兄弟，大家真照顾伊。若无这个三顿，我要对倒位来？我若无想到阮的宝钏啊，惊着恁哥，若想到我心会酸，目屎戆戆要滴出来。老胖哥啊，你的心敢会这呢凶？哎呦，老早死，我哪想是哪唔愿。胖的多的啊，心肝来靠你甜啊，世间来无阿人，亲像安尼你啊死赶紧入来见老娘一面就死啊！拜见母亲，阿母，老娘啊！哎呦，啥人在叫我？是我宝钏回来。哎呦，钏的母亲，心肝惊。阿母，哎呦，我的心肝惊。母亲，哎呦，你当时啊回来。啊！你若无甲阿母啊通知一下，互阿母安尼哦，为着你的代志，安尼一个心肝是紧严的啊无？为你是偌烦恼的，你知毋？母亲，我知影明天我老爸寿诞日子，我宝钏就是要共爹作寿。哈！你要甲作寿哦？是啊。哎呦，你何必着遐忧啊？要创啊？这个老古董啊，伊也无听你。伊安尼对你遐尼刻薄，你哪落甲伊作死？唔免啦，敢遐功夫。阿母，不但要甲阮老爸作死，我就是要来甲伊清算十八年的军费。哈、啊？要甲伊算军费哦？是。啊、你老爸敢要予你算？母亲啊，我要对你讲，我的翁婿平贵，伊无死倒转来了。
啊，无啊，这是有影无影？是的啊，真是阮的金囝婿无死，无死，有影无死，有影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嘿嘿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我呢哦，一个哦为了你的代志哦，不时就是伫咧哭，不时就伫咧烦。要即马吼，安尼听到囝婿无死倒转来，我安尼欢喜一个笑一个哦，我倒转到煞安尼拍个球，你知吗？哎呦，阿母，你莫烦，你烦恼家己，出来欢喜过头，唔倒落安怎样？要安怎就好呢？小可欢喜就好，唔通欢喜过头。你无骗我吼，我哪有伫咧骗你？哎，十八年，不但讲查某囝你伫咧烦恼，阿母也烦恼，你看嘛哩，母啊吼，当当时是足敖装的哦。为了这个金囝婿死，要我呢头无洗，面无洗，一个面是变到这歹看，你怎？我等阮囝婿当时要来见我。明天，伊就是要靠在少府迄大府门，把阮老爸拜寿。你来这个在清算十八年的粮草，安尼哦。哎呦，真好，真好。囝婿回来，我吼真欢喜。我即马要见一个金囝婿的面，我当这个哦，哎呦，这个头鬃无来去洗洗嘞哦，无来去拍一个链子来培养嘞。我这十八年哦，无我的份，拢要甲禁锢落去。查某囝啊，我你讲啊，老夫人啊哦，十八年拢无装无我的份啊，这个十八年的份拢要甲禁锢。我紧嘞，你用脚甲压一下哈。遐落迄落水温哦，一甲泡规脚，我穿那个裹落去啊！我来跑，我来跑哦！今日穿哦，臭囝，母亲，哎呦，我心肝，阿母安尼无看到你足艰苦的，阿紧离来，母啊穿一个，互你食一个袂了嘞，要食甲恁老爸大算一下哈！谢母亲疼惜哦，行来，阿母啊看，行位车来。前招聘贵，也自我咧离开了后，经过有十八年了。呀，这个代志暂时该按下，唔免讲。今仔日这是老范做六十一回大生日啊！万岁爷通知文武百官要来甲我庆贺，一栋若阁收淡薄的，你敢袂知影？通知阮查某囝、甲阮囝婿，大家就来。也是安怎有时间着啊？要到啊，拢总无看一个东征三军啊！有事通报。好。快点个夫人。啊了。谢个夫人。两位的囝婿，来，两边来到这个大厅。要甲恁丈人爸拜寿星。是啊，时刻到啊妹。时刻对我到啊，也安怎？迄两个查某囝哪会无甲恁斗阵来？伊那边都到位啊。小妹，是啊，爸来是。是嘛？今仔日就是阿爹要做生日，要来甲拜寿嘛。也无姊妹一同进礼，行进礼。拜见爹爹啊！爹爹。我都拄则咧讲你，尔你也到位啊。这边你家爹你拜寿，时局已经到，大哥哥拜个寿来。请官，拜个寿，拜个寿。
看拢真正有吼，对，看一个新手，大家拢学得过手嘞。大听闻，大派大派都给你顶来去。我俩做啥物人呢？啊，我俩就是三姨啊，不穿你倒转来了。是我倒转来。我是无了腹肚，伫个腰动袂调啊，特别就来去包一粒肉骨了心呢。点你？你讲啥物？我今仔倒转来上我门，就是要甲阮老爸作寿。哦，请请请。叫你好嘞！老五啊，我三小姐宝钏回来了。啊，宝钏回来。是啊。拜见阿爹。哼，我叫是啥物人包红包要来给老汉做生日？原来就是你啊！想到身躯袂输个乞丐婆嘞，啊，你回来这创啥话？大娘爸家的情感，我就是回来要给爹你拜寿。爹亲是我一代。当面了，面了，哼！全家因袂输去吃饭，你也要来跟我拜寿？面，起来起来！阿爹，你当作我就是回来，上意要跟你拜寿信，不是？我就是要跟你清算十八年的军费。